哎呦，我看这些评论看得我都高血压了。时尚图书馆，首先这个名字实在是不知道什么意思。看了下介绍，简直和人家爱换装一模一样，抄得也太快了吧，简直就是臭不要脸。他骂我们，你听见没？花花，你也别太介意，网上总有这样的人。还有呢，说我们一天就出个山寨货，有王法吗？他们水军，肯定有人雇水军黑我们。我来解决就那。已经租了爱换装的衣服，到货真快，第一批都是全新的，还送了小香水，真贴心。花了一顿吃炸鸡的钱，却穿了今年的一线大牌，一个字爽。花花，别说了。评论我都看过了，没什么不能面对的，全都是差评，对吧？我刚跟方姐见过面，能够确定的是，应该是有人故意针对我们。花花，给我看一下你微博下面的评论。不是，你别相信网上这种视频，它都是剪辑出来的，而且网上这种爆出的都是绯闻，它不是事实。都累了吧？行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